纽约长岛大井位于纽约长岛北岸的最西端，西边紧连纽约市皇后区的小井，环境的幽静、交通的便利、顶尖的学区和公共设施的齐全，使得大井一直是各国买家最为向往的城市之一。大井是由大大小小15个村庄组成，而其中的 King's Point 及国王点家喻户晓。著名演员 Leonardo DiCaprio 主演的 The Great Gatsby 原型就居住在大井的国王点。大井有南北两所高中、两所初中及四所小学。大井的学区一直是全美顶尖的学区之一，其南高中在全美3000多所高中里排行一直名列前100，是高中毕业生得以晋升名校常春藤大学的首选学府。大井有四座图书馆，人文气息十分丰富，环境十分优美。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公园，生活十分方便。除了美国的大型超市，也有很多华人、韩国人超市，以及各国风味的咖啡厅和餐馆。著名的牛排店 Peter Luger's 就安家在 Great Neck 大井。大井交通十分便利，长岛火车25分钟即可到达纽约市。公共汽车25分钟到华人聚居地法拉盛，开车25分钟即可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和皇后区的拉瓜迪亚机场。Great Neck Estate 占地514英亩，是大井15个村庄中较大的村庄之一，有自己的警察和只对村民开放的海边公园。公园里有奥林匹克尺寸的露天游泳池、网球场、篮球场、足球场、儿童游乐场及海边停船小码头。更让买家喜爱的是在 Great Neck Estate，房主有选择让孩子去南校还是北校上学的权利。今天推荐的这栋全砖殖民式别墅就坐落于众多买家最喜欢的 Great Neck Estate。房子建于1949年，居住面积3000多尺，占地20000多尺。2013年全新装修，可步行至大井的长岛火车站。这是一栋标准的殖民屋，格局分明。进门是玄关，右侧是正式餐厅，宽敞的厨房拥有大理石台面和高档家用电器，明亮的早餐区，落地门通向大而平坦的私家后花园。玄关的左侧是带壁炉的宽敞客厅，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也可做卧室使用，带有天窗和壁炉的家庭娱乐室，采光自然明亮。玄关的后方有一个全卫，二楼有3卧2浴，主卧有主浴，步入衣帽间，第二间和第三间卧室都宽敞明亮。第二间浴室，来到地下室有吧台、娱乐室、洗衣房和防虫储藏室，中央空调和煤气取暖。两车的车库空间大，可随心停，半圆形车道可停许多辆车，方便朋友的来访。心动不如行动，